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山的 Grace，是我非常开心哦，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Trident S 的这个瘦身心得哦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以前呢、我其实以前没有，就是体重都在51、52、53了。原来哦，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哦，一直在增加，跟着我的年龄增加，很不听话的。一直增加到我胖到63公斤啊！其实那时候63公斤，我没有觉得我很肥，但是我就很多衣服哦穿了，每次觉得哎好像很窄了，我就开始买大大件的衣服穿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的 MC 讲了，我以前我年轻就腿很大的啦，我真的是虎背熊腰啊，所以哦有一阵子我肥到63公斤啊，然后我。上镜头的时候，我的姐姐讲：“哇，你这次真的肥很够力哦，这边很大只哦，这样子，哇，我才很担心啊，哇，真的开始很难瘦下来了，整个新陈代谢年龄有了，新陈代谢很慢了啊。然后呢，后来哦，真的很开心啊，因为 Trident S 哦，因为 Trident S 哦，诶，我其实以前有减过肥吗？有啊。”我还甚至去做运动，去拿课程，然后我还跟我教练讲，哇，真的体重会上不会下嘞，我哇跳到满身痛了几天那一种啊。然后后来呢，揣着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啊，我一开始是每一天3包，就是餐前的一包这样子。到后来，诶，我的体重就开始下了3公斤哦，哇，我就很兴奋了，诶，从来没有这样子这样容易就瘦下来啊。那后来哦，我发觉，哎，要量一下到底我瘦了多少寸哦，哇，我没有想到，很开心哦。我量我的腰，其实在我的过程里面呢，我的腰哦瘦了2寸哦。然后我的肚腩，因为肚腩我们最怕穿衣服不美啊，我的肚腩竟然瘦了3寸哦。还有哦，我的臀部也瘦了哦2寸哦。还有最开心的是我大腿啊。我的大腿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的先生讲我是那马拉多纳什么马拉多纳大腿呀、啊，然后我不懂那个原来是那个足球啊，踢足球那一个很出名的明星，那个足球员，原来他形容我的腿很大的，然后呢，其实我没有想到呢，Trident S 哦，真的让我的腿哦瘦了2寸哦，哇，我很开心啊，到现在哦，我的腿哦。还是有瘦下来的哦，而且哦，比之前瘦2寸的，它会更修长了。所以哦，哦，我也是在这一个 Trident S 的一个疗程里面呢，瘦了7公斤哦。然后呢，最重要，我们来看一看我的照片，我的大腿哈、啊，曼那东那大腿哈、啊，啊，你看我那时候。我这一个大腿很大的哦，其实我的体重在54、55，我那时候很难瘦下来了。但是你看，我腿从来没有小过，都是这么大的。然后这一个是我瘦了过后呢，瘦不了，我的腿是修长瘦下来了，所以很明显的整体上就瘦了。而且哦，我以前是虎背熊腰，可以看黄色衣服那一个哦，然后我虎背熊腰哦，我的整个背很大的，但是呢，揣着 S。真的非常棒哦，那个是20天哦，我自己量我都不敢相信哦，我整体瘦下来哦，哦，所以哦，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Trident S 哦，也非常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啊，让我目前已经51岁了，但是也可以轻轻松松瘦下来哦，所以而且最重要也是瘦到很健康，我的内脏脂肪啊。从90这样子哦，瘦到现在呢，我的内脏脂肪是6啊，是健康水平啊，所以哈、哦，谢谢有这么好的产品哦，谢谢。